椒。哦。跟着黑椒粉。哎呀，你还没有我给铺给的，回去照下镜子。区别呢嘛哥？三九三哥。走开呀！磨着我这儿来在搞直播呀！有些排买那些排骨了，几个房子呢？起码。多不多？中午炖点嘛，炖点藕可以。我大哥，农村现在在那儿给我们去买猪。嗯，那都农村，牛场都要。那他那么好，等下去，摔下去藕刀要嘛？啊，在那萝卜。哦，叫他们牛同志来洗了噻。那个隔壁叫是绵绵呐。啊？隔壁叫是绵绵。那也白没，这是在走，我家那边那人叫牛叫，我下去多打些猪嘛，带点现在有猪肉。那是哪个教授人好还是？那个可以教人真好热。晚上涮麻辣羊肉火锅蒸黄焖鸡蛋，哪人灭羊肉嘛？吃瓜哥，灭羊肉嘛？这现在。你不今天摆的排骨哎，中午就吃好了噻，炖排骨噻，包饺子吃，炖排骨这些吃噻，嗯，不就行了吗？他是煮南瓜，十块钱给人煮南瓜了，楼上啊。一块钱吗？十块钱，三十块，还在包大电。还要煮饭喽？在哪儿煮？我那儿在那煮。十块钱一天还要打电喽，没搞。电算喊不喊你们没有？哎哈，没搞。电，别个妈用电，他用的很急。他煮饭，他烧菜没做哩，我就好久没烧过东西，我烧个箱子都糊个箱子。干没有？他肯定要我打电话，幺八五三幺八零零，我搞第二个小。是哪儿的人几个嘛？看到那我们那是查的红星星嘞，绿星星嘞，看见转三十四又开成了是吧？有几个人？嗯。要用电，用奶奶家的电，是我们的电哦。奶奶家跟我们没关系。他只是住在我家的。